我们接着上课哈。这个记忆能力的话呢，是两个方面，近似记忆、远似记忆。第二个就是视空间能力，视空间能力也被认为是定向能力，啊，定向能力主要的是定向。这个定向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这是有顺序的，啊，这是有顺序的。时间的话呢，记不得今天是这多少号，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，不知道现在是大概几点钟。作为你来讲呢，你能够不看表，就看外面的这种光线，或者是通过您的这种生活来推测您现在是几点钟，对这种病人的丧失这种功能，啊，丧失这种功能。地点的话呢是什么？找不到熟悉的路，所以这个人的话呢容易走失，啊，容易走失，认不到回家的路，啊，认不到回家的路，这是这个病的另外一个特点，啊，另外一个特点。再一个呢就是说不认识人，是不是不认识人，啊，不认识人，这是视空间能力。再一个呢就是计算能力，啊，计算能力，计算能力归属于抽象思维能力。抽象思维能力的话呢叫理解、推理、判断、概括。那么这个计算能力呢专门有一个特定的，就是两位数的加减法病人做不来了，啊，两位数的加减法做不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最多的一个标准叫100减7，连续减，病人做不来，啊，病人做不来，这是他的特点。还有一个呢不能解释，理解不了，比如说成语，啊，这个成语的话呢他不能够区别他的一些不同点，如何理解趁热打铁他不知道，什么叫趁热打铁，是不是，什么叫做过河拆桥，是吧，他不知道，他理解不了，他只能够什么呢，我过了河就把桥拆了嘛，是不是，啊，过了河我就把桥拆了，这叫过河拆桥，是吧，这叫过河拆桥。因此呢他不能理解这是一个成语，对吧，不能理解这个成语。另外一个的话呢他不能够区别，啊，他们的不同点，啊，比如说鸡和鸭子有什么区别，牛和马有什么不同，他不会做这些区别。看不懂小说，看不懂电影，啊，看不懂小说，看不懂电影，听不懂别人谈话，所以他不知道说谈的一些什么东西，不能反映出来，啊。再一个语言能力，啊，最早出现的语言障碍就是病人的话呢自发的语言语的空洞，啊，找词很困难，要说一个什么词说半天说不到，用词不当，表达不了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的话呢在很多脑受损的病人会出现，啊，很多脑受损的病人会出现。因为病人的话呢因为听不懂，是不是感觉性失语，他所以不能够交流，跟别人交流没办法，他看到你说，你说什么好不好啊，然后他跟你说好不好，是不是，啊，好不好，他不会跟你一样的语气。这个来讲我们很多的人你好不好啊，哎，你好不好啊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呀，这是互相关照，好不好啊，好不好啊，是不是，他不再是一个回问的一个语气，怎么样，跟着你说你怎么样啊，你怎么样，或者就后面一个词怎么样，是不是，他就跟着你来重复这种语言的能力。适用和适任，就是说他没办法做复杂的动作，刷不了牙，用不了筷子夹菜，啊，这些动作他没办法完成，啊，没办法完成，啊。情感方面和人格方面出现问题。情感方面的话呢，家里头呢感受最深的，这个人已经变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变了，变了的话呢怎么样啊？老是觉得家里头的人怎么样啊？如果说家里头还有一个媳妇跟他一起住怎么样？那媳妇气得苦，本身婆媳关系就不好，然后的话呢，他到外面去说我那个媳妇对我如何如何的不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完了之后呢偷我钱，是不是？啊，偷我的衣服啊，那偷我什么东西啊？经常是这样去骂啊，弄得来的话怎么样？啊，以为你真的这个媳妇怎么样呢？如果这个媳妇再有一点点什么样啊，在外面的话呢，又做事的是吧？比如说家里头的话照顾他，然后他又是一个什么教师之类的东西，受过一点教育的啊东西，气得很苦的，他又不懂，是不是？啊，他又不懂，
他不知道这是个痴呆，完了之后家里都不知道他怎么老是这样的说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收过一个病人的话，怎么样啊？跟病人抢东西，为什么抢东西啊？因为看到一顶帽子跟他的帽子一样，他觉得他偷他的就去抢，是不是、啊、要去抢回来啊？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啊？啊，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，动不动发脾气。另外一个呢的话怎么样啊？这发展到有些时候撕破烂啊，如真皮。啊，就是到外面的话呢是什么？有人走到路上，有些人还是有那个，现在我们校园里的还好，是不是？总还是有些人的话呢，随手扔个纸团，扔个纸团的话，这个人看到怎么样啊？一个珍宝了，走一看一下没人，然后一个脚把那个纸团怎么样啊？给踩住，完了自己蹬下去把它踩捡起来，然后往口袋里头塞上，是吧？人不知道。完了之后呢，家里头堆了一堆的这样的东西，捡回来的不知道藏在那个地方，藏在他的屋角落里头，是吧？藏在他的房间里头，不认你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不懂的人就以为他真的是捡了什么宝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或者说你初看之下有没有注意到的啊？那么看得清楚的话呢，那或者有些人一看怎么回事，有些人的话怎么样，他讲我刚刚丢下的这个烂的一个废的东西，你怎么把它捡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把它捡起来。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呢，会出现很多方面的啊这种问题，然后呢出现人的特征的改变，人格改变。这种人格改变的话呢，出现一个什么原有的一个性格的一个什么呀，极端化啊，极端化这样一个状态。怎么呢？就是伦理道德缺乏啊，伦理道德缺乏，好像不管的，什么都不管不顾啊，不管不顾。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，也没有啊，对缺乏羞耻的这种啊，缺乏羞耻感啊，缺乏羞耻感。有些人的话呢怎么样啊，就是随地大小便，是不是啊？随地大小便，他都不管你当着人不当着人，反正他就脱掉裤子就那个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大小便了，他都不管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王老师呢，干脆有些人怎么样啊，那把裤子就脱掉，就是赤身裸体的哈、啊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会有一些什么呢，出现一些异常的一些性行为之类，这些东西呢，作为一个伦理道德方面，作为公众社会来讲呢，对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忌讳的，作为一种隐私，是不是啊？隐私行为。因此呢，他在这里头他是做一个公开的啊，公开的啊。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，会有一些人认为怎么样，老年了以后他会作为一个花痴一样的。大家有些时候是什么呢啊，一个退休了以后呢，他以前呢好像对那个人表现出一种好感，但是呢他年纪一大，他变成了呢特别喜欢那个人，是不是啊？完了之后经常去那家里头的认为他去骚扰别人，是不是啊？对方也是觉得他去骚扰别人或者是怎么样，反正他就出现这样一种行为啊，出现就这种行为啊。这个病有一个特点，起病非常隐匿，发展缓慢啊，逐渐加重啊，逐渐加重，这是它的一个病史特点。就是主症特点加上这种病史特点，老年人或者是快要老年的这种病人出现的问题，疾病之后脑部受损之后出现的这种症状表现，都要考虑就是一个痴呆啊，考虑一个痴呆。那么这种痴呆的话呢，我们讲的那个主症主要有这三个方面：日常生活能力、行为症状和认知能力这三个方面啊。日常生活能力的话呢，它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基本生活能力，还有一个呢应用工具的能力。基本生活能力，衣食住行，对不对啊？衣食住行。那么这个人的话呢，主要来讲呢就是个人卫生啊，首先来讲出现问题啊，个人卫生出现问题啊。穿衣服的话怎么样啊？穿的不对啊，穿的不对，是不是啊？穿的不对，这是一个特点啊。吃饭的话呢，他也吃饭吃药，他搞腕表啊，搞腕表。那应用工具的能力呢，比如说打电话，你讲哎，他不知道，别人农村里头他打不来电话，是不是啊？更多的话呢是什么呢？在城里头的话，这两个方面，第一个烹调做饭啊，是不是做饭经常出错啊？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整理家务啊，搞错了，是不是
啊，经常会搞错啊。基本上来讲，洗衣服、坐车啊，特别是坐车到外面，他基本上不去了，啊，不去了，啊。所以在这个方面，应用工具能力方面的话呢，事实上是家庭角色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，啊，家庭角色的变化。比如说原来的话呢，他管钱是不是？现在不管了，为什么不管了？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老说着，是不是？钱管不来了，啊。他不管了啊，买东西的话呢，他不去买了，别人去买，是不是？别人去买啊。现在的话呢，我门诊就有个老太太就这个样子的，他是因为看其他的人是不是老讲睡不好，但是呢我一看的话呢，他有两大方面的问题啊。第一个，坐在那里的很少说话，那都是他老伴给他说，是吧？都是他老伴替他说，说了以后的话呢，病人的话能怎么样啊？一直是笑眯眯听着，是吧？笑眯眯听着。然后你说一句，问他一下的话呢，他会重复你的话语。发现这个人没对啊，仔细一看，仔细一那个的话呢，他很多方面都没对，啊，很多方面都没对，记忆力不好，理解能力也有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时间电像、地点电像啊，基本上不能一个人出门。这些问题都不行啊！这个痴呆70多岁啊，70多岁。那精神行为症状的话呢，它主要来讲是有这些，比如说早期表现个性改变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呢，就是特殊的一个掩饰行为啊，掩饰行为情况。还有个呢，就是对衣服有个选择啊，比如说有些人的话呢，叫老来俏，是不是？你要注意一下啊，他过度的打扮。还有呢，过分的一些宗教兴趣，啊，过分的一些宗教兴趣，这些等等，啊，病人的话呢，这种精神症状的话呢，精神行为的话，会让家里头的人，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很恼火，啊，很恼火。所有人的话呢，你郁闷，不说话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的话呢，他会出现积怨，很吵啊，是不是？出现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不白天的话呢，他在家里头啊走来走去，晚上还半夜起来，半夜起来的话呢，他一个人没事，啊，一个人没事，到处在每个房间去看一看，每个房间打开来看，你看这件言行言显家里头的人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家里头有些事不能有镜子，那镜子都要拆掉，为什么？那站在那个镜子旁边的话，一看你还在这里头，你在这里头干什么啊？这就对着家里头的人吵半天。是不是对着家里头的那个镜子啊，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吵半天，是吧？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，是不是他的一个特点啊？啊，还有一些呢是说什么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，就是癫狂的一些表现啊，癫狂的一些表现。这种表现的话呢，老觉得家里头的那个什么特别是他的配偶怎么样啊？就比如说如果说配偶是个男的怎么样，说人家老不死的，是不是 啊又去看找哪个姑娘了，是不是 啊在这里头的话呢，老觉得他要去找哪个破相哪个骚过了之类的东西，老去骂来怎么样啊，很难听的，是不是？骂来很难听的，有些时候呢还悄咪咪的，是不是？大家去跟踪这些东西啊，对，这些是很麻烦的哈，很麻烦的。甚至呢出现什么呢？大妈行为啊，大妈行为啊，大妈行为啊，病人的话呢出现认知障碍，就是记忆啊、语言啊、电像啊、计算能力这些问题啊。这些问题的话呢，是现代医学有专门的对这个痴呆的这种评价啊，专门的这种评价啊。那么另一个早期的表现就是言语困难，看上去跟人家很专注的说话，但是说呢不知所云啊，不知所云。然后你叫他看书、看报纸、看电视，看完以后你让他复述，说不来，啊，看不懂，啊，对故事情节的话他不能够连贯，啊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，啊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，啊，下面的话呢讲这个病症要鉴别，鉴别的话呢，第一个病人的话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精神症状，啊，精神行为异常，啊，精神行为异常，是吧？精神行为异常的话，特别是后来的话呢，这种智能障碍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，还有个精神行为异常的这种特点，跟癫变、跟癫症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啊，很多相似之处。
但是癫症的话呢，跟痴呆不一样的发病年龄。癫症最常见于青年人，千年起病，年轻人开始发病。一般来讲，有情绪刺激的原因，啊，有情绪刺激的原因，还有一个家族史。它主要的表现是精神行为改变，但是他的记忆力、定向力、计算能力以及其他的日常生活能力是没问题的。肚子饿了，他知道去吃饭，是不是？走出去了，撞了老半天，他知道回去，知道找地方，是吧？知道找地方，啊！虽然这样，他离家出走了，他是因为有目的的，他不是找不到回去，啊，找不到回，不是找不到回去。在十多年之前，啊，将近20年了，成都原来的《成都晚报》，啊，原来的《成都晚报》，专门的话呢，对针对这个人群。做了一系列报道，这种人群有什么就怎么看待，就是引起整个一个社会的啊，就是整个一个社会比较歧视这类病人，是不是啊？比较歧视这类病人，这种癫症就是我们讲的一种疯子，是不是？这是很歧视的，你讲一讲是疯子，包括现在很多人要到精神病院去怎么样啊，他都觉得这是一个疯病，是个疯子，很不好的啊，很不好的啊。所以这是个歧视，对社会来讲，家里头也觉得被人瞧不起啊，被人瞧不起。但是这个病的话呢，生任何病严格来讲都是一样的，病人都是没奈何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都是没奈何的事情，生病不由人的，对不对？生病不由人的，不是哪个人就想去得这个病啊，这个病是有家族的会遗传的，他更没办法，是不是？躲都躲不开，对不对啊？躲都躲不开，啊！但是这种病人的话呢，他可以出去，但是他不是不认识路，啊！我印象当中很深的有一个，就是当时看到的话呢，也对这个医学方面，啊，医学方面的这种记载或者这种报道很感兴趣，就专门看了这个连载。其中有一个呢是什么？有一个女的，是不是在家里头怎么样啊？刚好插着秧，那不知道家里头人怎么回事，那甩一下那个秧怎么样，洗干净手就爬腿就跑了，跑了以后呢，家里头就不知道不管他了，以为他要去什么内急啊，什么东西都不管他，是不是？没管。但是的话呢，回去以后吃饭的时候找不到这人，过一段时间这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吧？跑北京去了，在北京，然后打电话找回来，通过这边去领人去接回来。为什么接回来啊？问他，他想他在做事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天空当中就有一个电话就通过来了，通过来干什么？告诉他，某个首长家的儿子就现在一定要跟他去成婚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就回去换了衣服，他就跑了，在直接就奔火车站，买了车票就跑北京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幻觉妄想状态，是吧？幻觉妄想状态，这是一个癫症。但是来讲，你看他做这些事情没问题的，他就乘车买火车票要到哪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话，而且在这里头的话呢几天啊，到北京去的话你还要多少天，是不是还要一定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他要自己照顾自己，他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是吧？那么什么问题呢？这种行为让你觉得奇怪，对不对？这种行为是哪里来的呢？天上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天上来的另外的一个声音告诉他，这个声音在哪里啊？是幻听，事实上是幻听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一个症状。所以这是青年人啊，年轻人多，而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不受影响。这跟痴呆不一样的，痴呆是什么？老年前期，这是一个。而且的话呢，有些人是跟生病有关系，这种病是特定的几种病，比如说中风、昏迷、外伤、中毒等等这一类，是不是这一类啊？这个病人首先的话呢，家里头的人都不太清楚，好好的，但是他病人的话呢，妈妈子一记起来一问，
哦，就是他原来就老是把东西给搞忘，是不是？后来的话，我们都不敢让他怎么钥匙都不能够给他了，为什么？钥匙找不着了，怎么样啊？你得换门锁呀，是不是？家里头的话呢，一找不着，是不是门锁得换？换了以后，过一段时间又得换，为什么？他又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，怕别人捡着了，那不是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城市里头的话呢，他就讲，他家里头的最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？换门锁，为什么？因为钥匙被他家里头的那个病人怎么样，找不着了。这就让他去什么打麻将之类的东西去玩，是不是？这没事了，成都市的人怎么样啊？老年人没事了，都说他搓两把麻将，是不是过日子？是不是？不是说混时间吗？对吧？那搓麻将的话呢，每天的话呢，给他一点钱，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连用的打麻将那个几个老年人怎么样？他想看到呢，有一次看到打麻将，他怎么样？他叫他妈妈怎么样啊？赢了也在给钱，输了也在给钱，反正打完了一盘，他的钱就拿出去给出去，给出去了，这几个老太太也不管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反正回来的话呢，每一天出去了，那钱就没有，拿出去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，找多少他也不知道，是找给他的呢，他拿到去放在那里，待会儿他也给出来，打完了以后打一盘就给一盘嘛，他就这样都得给，是吧？啊，都这样。所以老年人他不知道，算不来，你给回多少他也不知道，他去买菜他去给钱他也不知道，所以他后来的话怎么样，他不去给了，是不是？他不去了啊。那病人的话呢，日常生活能力受损啊，而且这种病人的话呢，他除了这种猜疑上望啊、郁闷之类的跟那个癫差不多的话，他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攻击行为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跟狂症差不多了，啊，攻击行为就是狂症，痴呆跟郁病，啊，或者跟郁症，痴呆跟郁症，郁症的病人表现着表情抑郁，寡言少语，郁症当中有另外一个病叫暂躁，病人的话呢，悲郁善哭，喜怒无常，或者是手舞足蹈，骂厉喊叫。这类表现的话呢，跟什么？跟痴呆的精神行为症状是相类似的，但是郁症一样的，怎么样啊？跟痴呆的话有一个年龄差异，特别是暂躁，更多的建议轻中年女性，是不是？轻中年女性。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，病人的话主要是情志异常，可以有上万，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呢，上万是对有些事容易忘记，有些重要的事情他会不会忘？不会忘，不会忘。他只是经常会抱怨自己好像记性不如以前了，但是来讲呢，很多事还是能记得住的啊，记得住的。什么是记得住啊？你哪一天对他的话语不好了，他一直记着呢，是不是啊？一直记着呢。所以在这个方面呢，他的记忆的这种善忘来讲是选择性的啊，选择性的。病人的话呢，一般来讲跟情志受刺激而发病，而病情的这种变化跟情志刺激影响，没有智能的变化，就是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不受影响，不受影响，这就不是痴呆哈。它是以情志异常为主，而痴呆是以智能障碍为主，是吧？智能障碍不能够照顾自己，很多东西不知道了啊，很多东西不知道了。什么时候是智能障碍呢？你说要判断一个人智能障碍怎么判断？是不是大家都知道，从小到大的话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是说啊，今天的话呢，比如讲哪个报纸上登了一个事情我不知道，我就痴呆了，不是的吧？我没看那个报纸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呢这就不叫痴呆。但是呢有些事情是谁都应该知道的，就是没读书和读书不一样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谁都是知道的，他这个是搞不清楚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啊，最基本的要点。那痴呆的话最早期的表现是善忘，是不是？善忘的话呢，但是有些人表现的就是健忘。你想他痴呆了吗？这里的需要区别开来。要注意，善忘和健忘
他的上妄表现，痴呆的上妄表现，首先表现的是近视记忆，就是近期记忆力下降。刚才的时间转个身搞忘了。而健忘的病人是什么呀？某一特定的时间的事不知道了，知道吧？或者以前的事情不知道了，这就是健忘，就是远视记忆啊，远视记忆的问题。而痴呆的上妄首先表现的是近视记忆，完了之后再影响到远视记忆，远视记忆一影响以后，病人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不太清楚，是吧？啊，什么是不太清楚，甚至会有一些虚构，啊，会有一些虚构。而这个预示健忘的话呢，它是某一个特定时期，它一片空白，不知道，它没有虚构的特点在里头，这是另外一个特点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特点。那么虽然讲它健忘，但是他其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不受影响，其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不受影响。好，这是他的特点啊。病人的话呢，你要给他讲道理，讲得到的，你要让他去学习新的东西，他学得来的。痴呆的病人呢，不行的，知道吧？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特点。主要来讲，他这是一个妄性。哎，痴呆的话，除了一个妄性大之外，智能也受损，生活能力下降，对吧？好，生活能力下降。而健忘的病人生活能力会下降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他是对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的那一段时间搞忘记了，但是来讲日子照样过，是不是？该做的事情照样做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特点。这个检查是现代医学的啊，现代医学的就要排除一些什么疾病影响，是不是？第二个的话呢，最重要的叫神经心理学测定，最重要的神经心理学测定，这个测定有很多量表啊，要量很多量表，现在用的最多的叫 mini 量表啊， mini 量表啊， mini 量表， mini 量表是什么呢？就是叫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哈，这样一个翻译过来的，我们简称 mini 量表啊，它有几十个啊，有二十多个这个问答啊，包罗万象，就这几个方面，三大方面都包括在里头啊，三大方面都包括在里头，这是神经心理学的测定。下面讲辨证论治，辨证论治，辨证的要点，因为这个病有虚实两个方面，因此要分清楚的虚实，哈，虚实，虚，精气血，实，分清楚，气滞痰浊淤血，是吧？它有些时候还会化火，对不对？气火痰淤这几个方面，临床的话呢，虚实夹杂比较多，虚实夹杂比较多，好，各有特点，这种特点，我们先记住原则方面的。好，治疗既然是分了虚实，是不是要补虚泻实啊？补虚精气血几个方面啊，精气血方面，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呢，特别注意的是什么？先后二天注意的是什么？注意后天的充养，是不是？所以脾胃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实证的话呢，它就有这个方面，就是痰淤血火热气滞这些特点，因此要开于逐痰活血通窍平肝泻火等等啊，这些方面。下面我们讲分证论治，分证论治虚实两个方面，是不是啊？虚实两个方面，虚实两个方面的话呢，一个是精，精的话呢跟什么呢？水海不足，是不是啊？水海不足。再一个的话呢，精气血方面就是脾肾亏虚，是吧？好，水海不足的话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阴精亏虚或阴精不足。好，阴精不足，病人的主症特点是痴呆的表现。那么痴呆的表现啊，它要哪几个方面跟肾精不足有关系呢？我们在现在来讲没有研究，他们之间来讲哪些症状就是肾精不足或者叫水海不足出现，而哪些症状是属于另外的，比如讲是跟痰浊瘀阻的，
现在还不清楚，他们某个症状的特征线还不清楚，有没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，进一步明确。至少来说，您现在讲水海不足的痴呆，只能说病人有痴呆表现，然后有水海不足的表现，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痴呆水海不足的症型。那这种痴呆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记忆力，就是智能减退，在记忆力、计算力、定向力、判断力等等这些方面出现障碍。当然病人的话可以有行为障碍或者行为异常，甚至可以出现精神异常。精神异常病人的话呢是什么呢？终日闷闷不语的大魔，什么事跟我都没关系，是不是？这叫大魔。大魔是什么？什么事都跟我无关。第二个呢是什么？积怨。积怨是什么？病人的话呢，这是造谣，是不是啊？打骂，这是骂力不休，这一天到晚就知道他在家里都哔哩哇啦在吵吵人，在骂人，在那个，是不是啊？对家里头的人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人的话呢啊，有些的话呢有些极端的，家里头的对每个人都不好，特别是对他媳妇，为什么啊？是外人，是不是啊？完了之后家里头不能来外人，外人的话呢怎么样啊？一天到晚就来，又到我们这里来了，在这里头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是不是啊？还不走啊？怎么样的？你该走的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样子去吵，啊，这个样子去吵。还有现在就在家里头啊，如何如何的不好，然后到外面去诉苦，是不是？啊，到外面去诉苦，外面就哇啦哇啦哭，对外人的话非常好，是不是？对外人非常好，甚至的话呢，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啊？把家里头的钱怎么样了？送给外人，他你对我好啊，是吧？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列个遗嘱怎么样？送给他，哎，有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啊？有这种情况，啊，但是最早的表现，记忆下降，记忆最早的受损的就是近视记忆，然后计算能力。原来是个会计的话怎么样？对数字那是天生的不一般，是不是？当然您现在叫他100-7等于多少，他不记得了啊。他这如果记得这是93，是不是？完了之后再减7，你不要说93-7哈，再减7等于多少的话呢，他搞不清楚了。再减7，他都半天算不出来啊。他很紧张，他讲哎呀算不来了，不算了，不愿意算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。病人的话呢有肾精亏虚之症，肾精亏虚，水海不足，是不是啊？腰为肾之府啊，还有个生殖功能异常，因此病人的话有这些：头晕、耳鸣、齿枯发焦、懈怠、失卧、腰膝酸软、步履艰难，这是肾主骨的功能失常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就讲病人的话会有什么表现？这种表现病人会跟你说吗？不见得，是吧？啊，不见得。但是病人呢，经常会有些时候他会讲：“哎呀，头昏得很，是不是？经常头昏，或者耳朵轰轰响，听不到。”这些倒是会跟你讲，然后齿枯发焦，是不是你看的？病人会告诉你，哦，我头发也不好了，是不是？牙齿也掉了，他会跟你说吗？不会，啊，不会，这需要您去看，啊，腰酸骨软这一方面，病人会跟你说，也不会跟你说，你就可以看病人动作缓慢，是不是？动作缓慢叫什么？步履艰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，有一大堆病人是不会跟你说的，而有一些症状的需要你自己去观察的，是不是啊？需要去观察的啊。舌色色淡，苔薄白，脉沉细弱，这代表的是虚症。治疗补肾益髓平津养神，代表方七附饮加紧。七附饮七种药啊，生猪草归地现软质啊，七味药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呀？一气养血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呢以软质来安神，是不是啊？以软质来安神啊。在这个方面的话呢，补肾填肩是不是力量比较弱一点，对不对？补肾填肩力量
哈，弱一点。那么力量弱一点需要怎么样？需要加强。第二个，脾肾两虚。脾肾两虚比刚才的话是不是多了一个脾虚？脾虚的话是不是气血生化不足？事实上这个病属于精气血都亏虚吧，是不是？因此病人的话呢，他对这个痴呆应该有痴呆的主要表现，智能减退，记忆力、计算力、定向力、判断力都减退，是不是？好，病人的话有气血两虚之表现，肌肉萎缩、气短懒言、纳呆闲逸，是吧？不能够收拾啊。第二个呢，就肾精不足的表现，肾精不足再加上脾虚不能运化，所以呢这个时候病人怎么样啊，可能就有脾肾阳虚都表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阳虚的话它怎么样？四肢不温，腹痛喜汗，饥敏泄泻，这是什么？五更泻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五更泄泻啊，将来我们还会讲到五更泄泻的一些啊病机特点啊。那么舌质的话呢，会出现阴虚或者阳虚的这种变化啊，这种变化。所以舌质的改变的话呢，它是不一样的，脉象也是啊，根据阴虚和阳虚的脉象会有些不同啊，会有些不同。但是它只是一个沉细弱，而且两尺的话呢更加明显啊。治疗应该补肾健脾，益气生津，代表方黄芍丹加减啊。黄芍丹这个方你们是没学过的，是不是？它主要来讲有补益气血和什么补肾添精的啊，这样一个作用。这个的话呢有什么呢？石菖蒲远志，这就是开窍显神的，是不是啊？有督气丸，七味督气丸知道吗？六味地黄丸加上什么？加上五味子，是不是啊？叫七味督气丸。还有枸杞子、六从容、八戟天，有赭石子啊、茴香、杜仲、大枣、牛膝啊，这些一系列是补肾添津的呀。但是这些补肾添津的话呢缺了什么呀？我们讲补肾添津最厉害的是什么？血肉有情之品，对吧？好，血肉有情之品。但是血肉有情之品现在来讲的话呢是怎么样？世界绿色环保组织在提抗议，中国人在怎么样啊？在消灭物种，是不是啊？在消灭物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来源越来越紧俏，消耗越来越多，价格的话呢越来越高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经济负担、医疗投入是不是更加贵？第三个，痰浊蒙窍。痰浊蒙窍病人的话呢是有痴呆的表现，有痴呆的表现，然后有痰涎的表现。痰浊是靠谁说产生的呀？脾虚。所以有三大类症状。第一个，痴呆的主症，记忆力、计算力、定向力、判断力减退。痰涎，那病人的话呢这种痰涎的表现，痰浊阻滞，蒙蔽清窍，它就有一系列神志异常的表现啊，神志异常的表现，表现呆顿、哭笑无常、喃喃自语、终日无语等等，这些表现上是什么呢？怪变多痰，归结于这方面的描述。那很怪，是不是？所以怪变多痰啊，你还可以看到病人的痰涎增多。脾虚之症，病人不思饮食，脘腹胀满，脘脾不适啊，舌质淡，苔白腻，脉滑，这是痰浊之象。治疗应该健脾化浊，藿痰开窍，代表方低痰痰加减。好，最后一个症型，淤血内阻。淤血内阻的话，病人的话呢应该有什么呢？有淤血症，就是痴呆的病人有淤血的见证，所以叫淤血内阻之症。那么这个病人的话呢，痴呆或轻或重的智能减退，表现在记忆力、计算力、定向力、判断力，就刚才我们讲的主症那几个方面的异常，有这些症状。然后的话呢，病人有淤血的见证，淤血的见证，肌肤加作，口干不欲言，
行为古怪，刷目晦暗，这是一般的淤血见证。事实上病人的话呢，有更多淤血相关的病史，淤血相关的病史比如说中风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中风，还有呢心悸、胸痹、日久不愈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是什么呢？中毒、昏迷。那么淤血所伤的话，外伤大家知道，外伤肯定有淤血，是不是？啊，外伤，颅脑的外伤，是吧？病人的话呢，可以是舌质暗或者瘀点、瘀斑、脉细涩，治疗活血化瘀，开窍醒脑，代表方通窍活血汤，啊，通窍活血汤，啊，这个病治疗的话，中医现在的针灸的研究是个热门，啊，中医人研究，啊，那么这个病的话呢，一般来讲有两个部分，其他疾病引起来的，怎么样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，而有一种演绎起变的那种是个逐渐进展的，啊，逐渐进展的，啊，这就是痴呆，啊，这就是痴呆，课就讲到这里了。